我叫许诺，来自河南商丘。我叫赵世谦，我是河北张家口人。我叫顾慧文，是土生土长的嘉兴人。我叫汪勇，我是湖北武汉人。我叫谢启明，我来自厦门。我叫高学平，我是安徽定远人。我叫马文德，我来自青海花龙。我是一名大三学生，快递从业者，人民教师，外科医生。我是厦门市中途之家爱心助残机构的一名工作者。我在武汉开一家青海拉面馆。大学生是中国的朝阳与希望，对于我来说，每天的学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甚至一种乐趣。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，我们更应该在国内发展、国际交流中勇担大任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知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，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平常时刻看得出来，关键时刻站得出来，危急关头豁得出来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我要做好每一碗拉面，服务好每一个客人。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